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三代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啊，我好烦啊！有病啊！烦就烦啊，喊什么喊？对不起，您继续，您继续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想都别想。哎，你看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，都是你惯的。我惯的，还不是你养的好闺女。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古话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一直都是我主外，你主内。孩子教不好了，你现在来怪我。妙妙说你要回来了，跟我中午是吧？那你一定赶晚上之前回来。你是不想让这个家好过？在我那个餐馆里吃个饭。我不想让这个家好过。女儿是我生的。收到收到，妙妙和我说了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女儿会离家出走吗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情绪还是不太对。我正常，就是妙妙不太顺。因为我照顾她了呀。那你的情绪上有没有太大的变化呀？那我护女心切呀。我正常，就是妙妙不太顺。妙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这样，那个，咱再来一遍吧。不来了。哎，你让她自己跟你说吧。行了，咱们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。这下咱们又能聚齐了，这才是最好的事儿。哎，说这一晃，大学都毕业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也不算聚齐啊，有前三印的消息吗？你喝水吗，小琪？不用，谢谢。别提他了，他要真出现了，我估计我得给他先揍一顿。你看他把妙妙伤成什么样了。哥们，这不是一个人玩的吧？啊，对，你们玩，你们玩。你们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了妙妙了，然后她也不告诉我。我也光是知道，她在国外被晾到半路了，回不来了。后来我也是过了好几天，哎呀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从航空公司弄了张头等舱的票。才把他给弄回来，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反正那一把妙妙真是被伤透了。你别看他平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反正你回来你也别说那些事儿，别提三姨的好。我知道，但是从那之后钱三姨就没有消息了吗？反正我这儿是没有，妙妙那儿应该也没有。你有吗？我当然没有了。我要是有的话，我不早说了吗？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。你说他能有什么事儿？他要是爱上别人的话，他给我们打个招呼也行啊。我们又不在乎他爱上谁，你说对吧？其实我们是在乎的，就算他爱上的不是妙妙，我们也在乎，对吧？哎。
太亮了，拉上。多好的阳光啊，对你有好处。请拉上，谢谢。那你把药吃了。我去上班了，中午视频看你吃药。哎，不是，他盘着店，他不做生意啊，这个造成什么样了？知道？大贤，哎，大贤，大贤，江总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啊，明天还有个过来结算的。行，哎，咱那后厨还有人吗？厨师都走了。嗯，都走了。老板。要不明天就带小琪姐来参观一下，然后就……这燃什么后呀？这我都开了多少年餐馆了，我想吃个饭还怕没厨子，我自己做。哎，对了，咱那后厨家伙事儿还全吗？什么生抽、黄酒都在，都在，都在是吗？这样，明天我开个单子，你去买点食材。行。行了，你就别在这忙活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帮你一起弄弄呗。哎，弄什么弄？走。不只是跑步，能不能别跟着我？我让你跟我回来，是我答应了你妈妈要保证你的安全。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你，不打扰你。要不然，我就送你回去。这都是昨天你弄的，拿石头舔也就这样了吧。你舔一个试试，不得口腔溃疡了你。意思就是以后迎接小琪姐都是这种规格呗。这啥？记住了，这以后就是基本的配置。这是配置？这是让你去进口超市买的东西，别的我已经让大琴去买了。嗯，记住啊，那个切达干酪一定要选发霉的，霉越多越好啊。还嫌不够美的，说什么呢？那没颜色的乌鸦嘴。
东三，你这是西三呢？我光看数字，我迷失方向了。走吧，我给你拿。怎么这么大个箱子？啊，不回去了？不知道呢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完美，就多余个妙。喂，妙妙，啊，接上小齐了是吧？哎，在你边上吗？哎，那你让我跟他说句话。哎，啊，行，没事，不急，我在店里恭候二位，啊。啊，行，我这有个电话进来，先不说了。嗯。哎呀！喂，哥，哎，是，哎呀，这我怎么会忘了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先告诉您个好消息，那钱我已经搞到了。为了还您这钱呀，我把我整个店我都盘出去了，整个都端给人家了，合约都签了。不是，哥，您先别急嘛，您先听我说啊。这个合同呀，虽然是签了，但是得明天交割完之后，才能把那个钱打到账上。啊，我不敢保证明天这钱一定到账上，反正最晚周一我一定把钱打给您，您看行吗？喂，哎哥，啊，信号不好了，我听不清了。啊，什么？啊，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，下周一。哎，好，老板。嗯，菜我洗好了，大秦也在，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，反正也不是请我吃饭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，做戏做全套嘛，咱这刚好没人，你就在这客串个服务员。不带这样的吧？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就在门口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你哪那么多抱怨啊？我还是不是你老板？江老板，是我。泼完了，泼的还挺准的。嗯，好的。你等两天会死啊！啊，妙妙，你们走哪儿了？我们刚刚有点堵。啊，行，那这样你们不着急了，我这临时有点急事儿啊，咱改天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，嗯，拜拜。嗯。全面科学配方，百年贵族品质，海普诺卡1897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神经病吧，他突然说有事不让我们过去了。那我就先回去陪我妈了。行吧，你先去陪阿姨吧。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问你话呢。
那个，就是林妙妙吧？妙妙。我想你了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你说。等放假了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等着我回来，我要和你说很重要很重要的话。那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火山爆发什么时候爆发不好，非得现在爆发，这现在机场乱成一锅粥了，怎么办呀，钱三一？问题是我听不懂他们说话呀。不是钱三一，你能不能给我回个电话呀？你怎么了呀？在哪儿呢？我想喝酒。三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啊？这考研放鸽子的事儿败露了？行，别来劲啊！问你呢。行了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我这还一肚子火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见钱三一了。谁？钱三一。钱三一在江州，那他看见你了吗？就像咱俩这么近。嗯，天哪！什么呢？不是，你现在正上头呢，你确定要去啊？要不要冷静冷静再说嘛？知道我上头就别惹我，你快点。林大为，过来。啊？干嘛？通风报信儿。没有，哎呀。嗯。可你闺女最近都不聊天了。连个聊天记录都没有，我信你啊！上车。行，消消气啊！这妙妙也二十大几了，有自己想法也很正常嘛。他就是七老八十了，我也是他妈，翅膀硬了，还跟我玩先斩后奏，当我是白斩鸡呀？哦，对了，哎，那家小巷子进去啊，有一家小店，那白斩鸡做的是江州一绝，哎，要不要去吃？你快开吧你！你们俩都把我当傻子是不是？敢把你当傻子，那是我们疯了还是瞎了？不是，就算你是他妈啊，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他依着你的意思来嘛。他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。什么就算是他妈？我本来就是。他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他哪一点依着我了？他跟我说的要考研，结果报了名压根没去考。跟我说住校，结果自己偷摸搬出去住一年，阳奉阴违，这一套玩得特别溜。从这点看，确实是你的骨血。哎呀，就事论事嘛。要又扫射扫一大片呢，是吧？那就算是我对你不也是言听计从的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啊？何况是我的骨血啊！家里谁不是听你的？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家里的命……哎呀，别说话了，你快开车！废话真多。
我的意思，你一会儿跟他注意点态度方法，要跟他沟通沟通啊。哎呀，好像开过了哦，走错了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掉个头回来就好啊。前面掉头啊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正在开车啊，不要让我紧张哦。试试。知道是哪个房间吗？就往这边找。808。顿顿如意，餐餐美满。住的是个餐馆吗？起不来，干啥呢？半天也折腾，晚上也折腾，还想不想休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吵着您睡觉了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轻点，轻点。先别砸了，别砸，我打电话，我打电话啊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通了没人接啊。这就是我生气的后果。哎，他不在，不要随便进他的房子吧，这样不好啊。别说话。阿姨，啊！啥玩意儿啊！你的妈妈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走，走！丫头，怎么了？好，不是，哎，你妈怎么来了呀？这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了，我这。这是八楼，不是学校，没有防护网啊。不，那咋办呀？现在妙妙房间有个男孩，我们走错房间了。是猴子呀。一开始是咱俩在天台啊，对，那然后呢？哎呦，断片了。哎，那是你送我回来的，你觉得呢？
要不然我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送完我为啥不走呢？你是不是留我了？我留你。你是不是欺负我了？欺负了，我欺负的可美了。恶心。不是你自己想歪了，你怨我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哎，昨天晚上，哎，你干嘛？昨天晚上，你说你看见钱三一了。钱三一在江州。那他看见你了吗？就像咱俩这么近。天哪！不是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把眼睛给闭上。我能听见你说什么，但我听不懂，他为什么闭眼睛？问我呀？问问钱三一。没必要。什么叫没必要呀？你这事你找他问清楚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问个啥？你问他什么呀？啊，你问他为什么我没谈恋爱我就失恋了？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以为我会问，可是我见到他之后我就不想问了，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说，人家甚至都不想见到你，我为什么在这犯贱呢？所以我放他走，我不是放过他，我是想放过我自己。人家不联系你怎么了？不回你微信怎么了？伤害你又怎么了？你算他谁呀？我为什么非得知道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不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原因吗？我就是找一个原因，我原谅他。可是我为什么非得原谅他呢？我干嘛把自己搞这么卑微啊？老子根本就不在乎他。哎，你刚是怎么偷着换气儿的？然后咱俩就一直喝来着。然后就多了。哎，咱俩真没事儿。我和你，你想什么呢你？现在最关键的是，你爸你妈那儿，咱俩得解释一下。来吧，你别管了。行。哎。你放心，等你解释清楚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给叔阿姨打个电话，道个歉啊。走了。冷静冷静啊，千万不能冲动，冷静啊！再不管，你女儿都能把自己给嫁出去。别让我还担心一点，可你要说耗子，我这不可能啊！现在的小孩有什么不可能？那我们还在这儿坐着干什么？那要不要上去问清楚啊？不是让我给他留点面子吗？耗子出来了，要不要我拦住他问问？先不管，装着看不见啊，好尴尬呀。叔叔，
总是要冷静冷静。我上去吧。苹果就不要拿了。你知道我今天给你留了多大一个面子是吧？嗯，谢谢妈妈。说吧，实话实说，考研是怎么回事？租房子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个，怎么回事？明白，我先说两句啊。不，据我所知，这景天鹤一直喜欢邓小琪，对吧？你要今天这个实在是有点超越底线了。朋友欺负你们，知不知道有一种男女关系叫兄妹，有一种感情关系叫友谊呢？不是，你们大人想事情有必要这么龌龊吗？谁龌龊啊？你还学会先发制人了，可摆个母老虎架势，你当我是病猫吗？我们心平气和地跟你讲道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什么兄妹躺在一张床上，什么友谊盖一床被子呀？你们编的纯情故事都这么缺乏常识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喝酒吗？喝大了。你喝多了。我断片了。你们就想呀，我跟浩子怎么可能嘛？这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不可能的事儿。你等等，你先弄明白。你那脚趾头跟我这脚趾头是一个功能的产品吗？啊，你那脚趾头是什么规模？他那意思都不用脑子想，脚趾头哪会想东西？林妙妙，你妈我自问不是一个封建保守的人，我知道你也到了这个年纪了，你交个朋友谈个恋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妈，我跟您发誓行吗？今天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事故，没有恋爱，没有同居，这朋友妻不可欺也是我做人的底线呀。邓小琪是我姐们儿，江天浩就是我哥们儿，我们两个呢之前没有，之后也不会有任何超过友谊的关系。好的，就算我们今天放过了江天浩，你也别想浑水摸鱼大事化小。我问你，你好好的一个本地孩子，家里有房间，学校有宿舍，你干嘛要租房子？你还有什么要背着我们的事情？我没有要背着你们，我就是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。你想干什么事情？难道我租房子就是为了谈恋爱然后同居吗？如果我真的想同居的话，我为什么要自己花钱呢？我让男孩租一个房子不是一样吗？我们年轻人除了男女关系就没有其他的爱好了吗？啊，还不是男女。你看他又扯到哪儿去了？我都说了我没有恋爱，没有同居，怎么就不相信我？爸相信，爸相信啊！林大卫，哎，个叛徒！我不相信是因为你辜负了我的信任。那我问你，考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趟厕所，尿急。考研确实是我骗了你，是我不对。我当时就是看那么多人报名，我脑子一热，我想说你要是知道我报名了肯定会高兴嘛。但其实我报完名我就知道这是瞎掰，我根本就考不上。就算是我考上了，我也熬不过那三年。哎呦妈，你知道我就不是学习那块料啊。我这么说吧，反正这本科四年呢，我除了采访学和策划课我认真的上了，也学得不错之外，其他的我就都是摸鱼摸过来的，这你也知道。反正吧，我这辈子呢是完成不了你们光宗耀祖的愿望了，你们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不许你这么妄自菲薄。但是还好你们不是还有狗狗吗？你把那心思放在他身上栽培他吧。我王胜男有什么样的女儿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他要是那么差，他们系主任也不可能从那么多人里推荐他一个到江州电视台去实习，人家江州电视台也不可能把他留用实习。